小杨哥看齐老板教助理化妆，简直是学霸上进心爆棚。我学会化妆了，兄弟们，厉害！化过两次妆才学会。小杨哥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学化妆，于是自己上手，难怪观众们都说他越来越有范了，非常专业。哎，我全涂了呗！我的妈，这玩意真好啊！专业，专业，专业，厉害了！兄弟们全部说厉害的人才。你看，你们见人还装女人吗？这画的行不行？可以了啊！一支眉笔自己搞定妆容了，兄弟们，真的就这么快就画成了大杨哥。那本来我哥本来就帅啊，一看就是偷学小杨嫂的秒变小鲜肉，画马的功力在画脸。牛掰！我那天去北上海的时候，我跟一个老板，我俩喝多了，喝多了之后，他给我整了好多榴莲在那吃，然后我就吐了。我现在看到榴莲，我真的感觉就不，我全身发麻。张嘴！你这是嘴巴翘着嘴，给嘴翘着。呀，他是翘嘴，翘嘴。你这我那个，来嘴哥，你不行啊，这嘴真紧啊，使劲捏中间，别捏上下，捏旁边。对，哎，使劲一，挠那个呀，一二三，挠到眼睛。一二三，挠到眼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啊，你让我干啥都行，你让我干啥都行，好不好？但是我真心不吃了，兄弟，我看了这个，我头皮发麻，我也不会打，不吃了吧，感情淡了，吃了，吃个蛋糕。哎呀，真吃了，你吃一个，我靠，可干真好吃。哥，你掰它两边，我隔着它。一二三，走，走。你得让你两嘴，他会找的。你不信啊？试一找。我也控制我自己。找不让谁看见我哭泣。你一模一样。我真的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我自己跟生理问题跟你没关系。吓我一跳，你怀疑问题？不是长得一样，咋了？我怀疑了，病毒了。刚才我吓我一跳，真的是，我一模一样，真的一模一样。跟那没关系。你看，你来。无法呼吸，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的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。辛苦了，老 K， 不辛苦，服务好兄弟们，这我们最乐意奉献的。你这个多少度啊？零下，现在零下25度了。我的妈，零下25度啊，那得多冷呐、啊！多冷？我给你看一下，老板你最喜欢吃的大葱，这是我们刚拿出来的大葱，看一下啊。我们就着吃的，黄啊，成了冰块了，嗯，咬不动了。要不你要不就小个辫儿看看那个会不会接起来接辫儿？这都成棍了，不行。我们因为这边啊都没有洗手间，没有厕所。我们男的好说，都是就地找个空地。对，老板，你让他俩吧，他俩，他俩今天上午跑到下面那个牛圈里上的。Oh my god！ 都没有厕所吗？对，他俩跑到牛圈里去上厕所，然后呢？被人家放牧的一个牧民看到了，吓着牛了，把他俩一顿骂。你说牧民看到他俩小上厕所了是吧？他俩去了，他俩对吓到他们的牛了。然后他用那种很难听的话，很脏话，也不对呀、啊。你说人家不说难听话吗？你在那是牛撒尿的地方，你跑去撒尿了。那算不长了，可你又手一个啦，我真的是扛不住啦。或许我们就不该有段因果，或许你不该只送一个飞机。没有完没完。爱着我，兄弟们说这个飞机要跳舞，不要唱歌。然后还要科目三，我跳个我的版本，跳一半，跳一半。他们救命了，再听下去。好看，好看的抠起来，抠耶。你看，大家都说好看，满屏的一有没有？你们喜欢吗？然后他们就喜欢看你跳舞，满屏的一。
你这跳的是什么？和木山怎么不一样？跳吧，跳吧。为什么办演唱会？兄弟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为什么办这演唱会？就是这么多年，兄弟们关注我这么多年，关注我们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哎，就是回馈啊，兄弟们，哎，一起办一个免费的演唱会，给兄弟们嗨皮一下，线上也可以看到，线下也能看到，知道吗？快乐极限，就这个，没别的，没别的，就是带兄弟们一起快乐一下，你线上也可以看，线上还有直播的。我们26号演唱会是7点到10点半，五点到七点入场，我后面要拍个视频。拍个小之前的搞个事，哎呀，这要快了，没几年时间了，就搞一个人，现在是什么啊？就是回馈啊，兄弟们，关注我们这么多年，是吧？这么支持我们，今天没你们，我们也做不了这么好，是兄弟们，我们企业能怎么做好啊？企业没你们支持，企业做的能这么大，也做得这么好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演唱会也就是回馈啊，兄弟们，哎，带兄弟们听一下喜欢的歌，一起听一下，是吧？属于我们三只羊的一场，大侠。真正的举办的一场900第四名54号李文龙来啊，嘴哥想吃粑粑，我再眼一看，哎呀我去了，这还有多血吗？哎呀，多多血！兄弟们最近总结了一句话，说总结了一个谎言。我看评论的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马云对钱不感兴趣，小杨哥对女人不感兴趣，大杨哥说媳妇比钓鱼重要。大师傅说的是实话。看来你不懂我哥，只有我懂我哥。师傅真，大师傅真的很爱钓鱼啊。媳妇儿比钓鱼重要。哎，形容说这个三只羊的两大谎言，小羊哥对女人不感兴趣，大羊哥说媳妇儿比钓鱼重要。我发誓，兄弟，这不是谎言，这是事实。师傅，你咋消息这么灵通呢？看到了一个大帅哥，今天装扮超可爱。你眼睛怎么了？眼睛肿了，我看太多帅哥了。
长针眼啊！我今天在公司门口，就是他们说，不是我今天在公司门口，我是不是小杨哥的徒弟？我说是，然后人家一拳把我给打了。小杨是不是最近减肥？对呀、啊。啊，来，减肥了，多吃点，不吃吧怎么减肥了？说说有道理，是不是？来，嗯，师傅，你会不会其他徒弟啊？来、啊。